好，再看一下《重庆晚报》登出的一个文章，最罕见的怪病。文章说了，在英国呢，有一个男孩，他得了一种怪病，叫什么？色素性的皮肤干燥症。这种病呢，非常的奇怪，就是对阳光当中紫外线过敏。他每天外出的时候都必须穿着特制的太空服，即使就是在阳光里面待几分钟也不行，也必须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啊，因为他的皮肤如果一晒，马上就会起水泡。所以现在这孩子也很痛苦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，哎，当这个救护车的驾驶员，每天晚上上班出门。